车内驾驶、副驾驶、病患与陪伴家人均受轻伤送医，而遭波及的自小客车林姓驾驶则无受伤。目前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救护车与遭波及车辆均无酒精反应，自小货车驾驶待抽血检验。针对本件事故，事发前自小货车行进方向是绿灯直行，将厘清肇事原因，再行后续处置。一路跟车，对。并切勿跟随在后方行驶，以免妨碍到救援工作。